这么大的客厅。我最喜欢从楼梯欣赏客厅。叫老公买饭做饭这里，结果他买了什么？来看来看，很大的厨房耶。厕所也装修了，好美哦，像好挑浆。我老了，楼下的房间也是很大嘞。我跳到楼上了，这个是后面的小房。因为你的家后面楼上跟楼下都有 Fully Extend， 旁边也有，楼上跟楼下也有 Partly Extend。第二间房跟第三间房有学一个厕所，也是装修了的。第二间房也是很大一下的。来看来看来看我们的主人房。这里有 walk-in wardrobe 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击 like and subscribe。如果你喜欢这间屋子，请联络我哦。